尖叫声不断，十几样游乐设施玩得不亦乐乎。连假其中一天就是儿童节，为了庆祝，4月1号到4月5号，专属小朋友的儿童新乐园，国小以下学童免费入园。在这里再玩一次，玩爽玩4天5天。可以让小孩子来放放电也是一个好事，不然其实全台湾到处都塞的话，你也不知道带小孩去哪。刺激的云霄飞车，小朋友玩得超开心。如果爸爸妈妈担心玩户外下大雨或太阳晒，还有室内也能免费玩。除了可以享受速度跟刺激，也能训练平衡感，让小朋友在儿童节享有优惠，开心的过节。受欢迎的冰上乐园，连假期间小学以下学童也统统免费。平日的时候我们没什么时间带小孩子过来嘛，那就刚好假日的时候，对啊，连假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，外面下雨的时候就可以带他进来这样子。再往南走，享受大自然，竹山瑞龙瀑布园区观察周边生态环境，亲近农场欣赏好玩的绵羊秀，或是鸢峰星空剧场探索天文奥秘，还有奥万大森林游乐区吸收分多金，在连假期间也是儿童免费。至于溪头自然教育园区，4月4号、4月5号两天儿童免费入园。全台乐园或园区各种优惠，让家长安排，满足小朋友心愿，度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。三立新闻吴坤瑜、高冠轩、郭玉轩、沈婉莹南投台北采访报道。